歌餐厅这个地方就像是很多人来找回他的那个灵魂的一个地方。就在那个地方，我发觉到了说，哎，我自己真的很希望能够把这个舞台好好的去做下去，让大家有更多的舞台。希望的翅膀，梦想的起点。谢谢你们给我们回应是这个翅膀，让我们可以往前再走下去。